今日来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。大家好。有恁的参加，咱台湾民政府一定有希望，因为伫国际法、宪政法，甲咱去过美国啊司法部。美国国庭法院的判决，这拢是事实的。所以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有敢来甲咱吵啊无？因为咱这是国际法、宪政法。正式告美国司法部，美国司法部的判决内底，一条讲，现在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中，所以。流亡政府，我紧张啊呢！咱报纸直直刊，而且安怎？会讲驻美大使来叫金虎松去啦，金虎川吼，伊叫这个金美去啦。这是啥？因大家要去啊，超代志啦！要抄什么代志？大家会了解未？讲一个，予大家清楚的所在。虽然咱上的是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，这。拢有息息相关。要甲大家讲，五月二十，马英九伫总统府就职的时，恁有看到伊的国旗无？什么旗啊？伊甲流亡政府这个旗啊，无爱用啊啦！伊换一个旗啊，一个是蓝的啊，下骹是红的甲蓝的啊，内底换一粒伊迄粒叫做车轮牌，所以伊甲美国讲，我即支就是要来做民政府啦。安尼大家毋知清楚未？伊若想要来做民政府啊，但是伊无去过美国司法部嘛，是咱。去告司法部，司法部的判决，行政单位要协助被告，协助咱告诉人啊，来协助咱一切的行政上的正确
行书啦。啊，所谓建卡行书，叫咱去华盛顿 DC 设一个办事处，大家唔知知影无？知影举手看卖好无？好，谢谢。啊，有诶唔知影呀，宣传哈。啊，宣传，予大家知影，咱这个单位是伫美国华盛顿 D.C. 设一个办事处。啊，这是虾米人协助诶？那是美国行政单位嘛？啊，因为咱去告啊司法单位。司法单位甲行政单位讲，爱协助咱啊，台湾民政府要正当行事，啊，这就是啦。所以，那了解这个状况啊，啊，大家就足清楚。所以，我乃要先开场白啦，啊来。提供这个观念给大家，咱才袂讲哦，咱是来遮上课是啊，足辛苦，为透早补加暗，啊，我足甘心，有诶啊，年龄我足大咧，啊，我伫遮拢袂输少年诶啦，哦，咱啊足啊加钦佩咧。所以讲，大家有心，一定会成功啦，对唔对啊？安尼好，大家心情吼，啊无，因为安尼，那个我直直讲了，使大家会多久啦吼，歹势啦吼，啊，好，大家，快紧，啊，我先开场白吼，好，大家有这个信心。这条路走来一定100%正确，吼、哦！啊，我自我介绍啦，吼、哦！我有当时啊，爱甲大家讲，因为咱伫遮徛伫台下顶讲的话，拢爱事实，吼、哦！啊，拢爱有根据才敢讲。大家要了解我较济，会使哩？去 Google、Yahoo，Google 大家知影嘛吼？上网吼 ，Google 甲 Yahoo， 你拍张文燕，可能我足济个啦吼，蔡奇个名吼。但是你讲张文燕教授，啊，我的照片会伫遐。会看到我，吼、哦，安尼就大家真清楚啊！我诶啊，经过我诶做整个伫雅虎，还是 Google， 拢有我诶资料。哦啊，所以啊，大家咱。讲的话是100%正确的，阿妈要让大家了解。好啊，咱今日要探讨是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。咱民政府若执政的时，敢若甲流氓政府拢共款，即个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，安尼，咱有需要。换政府有需要无？真正无需要，所以甲大家讲，那是咱的成员贪污，一定安怎？清查100%。
啊无，你都卖来做。你若有这个念头，是讲甲民进党诶同款，有他贪寡，甲台联党诶啊同款，有他牛鱼手寡，拜托，你卖来参加，阿伯啊，下你是第一，你爱家己心肝有这个觉悟。要来吃受训的人，大家拢开钱，大家拢自愿的，大家拢为着理想，为着咱未来台湾要给咱的子孙过了较好，所以咱一定要做出来，甲以前的政府遐个官员绝对无共款。大家拿这个心做出来，一定啊，足圆满的啊，足啊，员工是足好的啊，一个政府。咱希望有这个心的啊，动心啊，大家来斗三工，安尼才有意义啦。那今天你想要来家做官，哪有这个心？讲我来遐做官，加减我他报挂，安尼，你都要打消这个念头，一定要有这个觉悟。那无这个觉悟，到时你家己。吃亏，吼！到时咱军事法庭审判，唔是讲，我只提300万尔，都要家己来清算。10万，那是要你来清算。反正贪污，一定执行，这要给大家心内吼。因为这个啥，这个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吼，大家讲好清楚啦吼。你有这个心要来做这件代志，拢足欢迎的。但是你爱有家己觉悟，袂使讲我都这都是我的亲情，我都爱好一寡里头。哦，放好伊，啊，伊才会来加乌西，哦，安尼你就包死个。一切拢为着咱个人民，一切拢为着咱个人民，这点爱大家了解。后来，咱即马来阁看，咱主要。减半钟啊！要来甲大家介绍啊，会计制度是啥物？政府的会计是啥物？甲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、甲会计政策啊、甲内部控制的意义啊、甲内部啊控制设立的原则、内部控制的方法、内部控制的实施。甲会计制度内部控制的重要性，上尾啊，过来讲这个无遵守啊会计制度的案例，这要让大家了解，好，若无遵守啦，实在咱要做。行政单位啦，拢发生舞弊太大。后来，咱来看，什么叫做会计制度？因为有的不是商学院毕业的，可能不了解。那商学院毕业的可能会了解。
咱简单讲，这个会计制度就是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，甲相关的法律的制定下，的一个内部会计循环作业。啊，这个内底有一个会计政策，啊，甲选啊，这个甲这个做啊方法选择，啊，甲不可吼。哦无确定的情形的啊，估计的处理。会计政策是啥物？会计政策啊，我是感受啦吼。那是即马现在的地方政府体制下，台南市政府。我甲学咯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赖清德，我安怎甲学咯？伊讲，你饮水的所在啊，中央若无补助落来，我来甲银行借钱，要甲这个地水啊解决，先甲。做咧，才来行钱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会计政策啦。所以大家要了解，这政府的主政单位，那是有为人民在想，虽然无钱啦，有的人。那国民党诶，在做市长诶时，讲啊，这都中央拨钱落来，我才有法度好做啊。啊，若都无钱，啊无恁只去甲中央去争取，看有钱来无？啊，若钱若来，飘啊卡奔奔咧，开开咧，做拢一寡遐个啥物，遐个豆腐渣的工程啦。对这个水灾有帮助无？我看极少。我今日来讲到这，我今日要上高速公路，要坐高铁来。哎，发现讲，迄、那个所在哪敢咧挖一个水库咧款？好，安尼迄个叫做足济。公司车啦，遐个叫做一挂咧诶进行这个工具诶，这个机械车吼，拢伫遐来处理，啊，阁足大诶范围。诶，我咧想讲，可能是去甲银行借钱，已经拢准啊咧款啊，因为。赖金德市长，伊家己有讲，伊讲无论如何，饮水的优先解决，那无钱，要甲银行借钱来办，啊，慢慢啊，中央啊补助，结果来向银行。看流氓政府在官员，伊要办花博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又搁要搁去办啊，做试运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搁要过来办啊，那个搁又搁要做梦想家啦，吼、哦，这个叫做建国百年啦，咱头拄啊再来看哈，伊这个是。所谓百年吼，咱的讲法讲，可能百年应当是要完蛋了，的确啦，他们要完蛋了啦。后来咱过来看，会计制度啦，那依照会计法。包括五家项目，
好、哦、啊，咱会计报告啦吼，啊，会计科目、会计账簿、会计凭证，甲会计事务处理的程诶程序吼，内部啊审核的程序。我看这大家好看到这大家有诶都我无虾米兴趣啦，啊，这都有诶。不是读到这行的吼，讲这就较难吼接受安尼吼。啊，但是这就是必须有这个规定吼。那依照制度爱有遮的吼。来，咱即马个政府的会计制度。政府的会计制度啦，咱要讲补助啊，实在是补助政府预算管理的工具，这就是啊政府的会计制度啊，各级政府来。推行政务控制资源，啊，照这个法令规章设计一套啊会计的记录啊报告来处理的原则。啊，通常啊预算制度啦，就是爱达到啊控制政府相关各项税入税出的目的，啊来合。啊、来符合那么法令规章啊，来供应这决策的参考。啊，这两天啦，立法院刚要通过啦，那经济啦，一直安尼落去，才会。公务人员啊，的奖金买呢？大家有听到这个报道啊无？干那年终的奖金买呢啊呢？这也足正确的啊，是安怎正确？啊，公务人员，哎，这个国家遐大，互恁咧处理，恁做了无好。啊，好意思，搁甲老百姓领啊奖金，这实际上是足正确的。但是立法院这个人啊，敢有同意？拢是国民党的占较大，所以也无同意。咱台湾本土台湾的总统，拢会去想到这个。阿扁啊，选到的时候，甲李秀莲副总统讲：“欸，咱两个薪水来减一半好啊，吼。”啊，李秀莲讲，嗯，啊，当然，总统若要减一半好啊，这就是安怎？中国人甲台湾人的差别伫遮啦。本土台湾人咧做总统的时候，啊，我都免用遐济，薪水遐济，啊，我都有其他的费用。安尼就足有效的呀！啊，我只爱买呢，啊，这就是安嘛。你其他，你若你安尼，较济钱去做一挂公益的代志来救济、补助，这那足好的呀！啊，伊无安尼做啊，伊讲阿恁。
啊，即系啊，国民党人啊，啊，你这都是啊，本土台湾人应该的嗜好啦，你卖念上好啦，拢卖念上好啦。啊，因一个做总统，直咧啥？咧加薪啦！预算无通过，要选去搞啊？迄讲加薪3%，公教人员加薪3%，迄敢合法？啊，到各单位拢因的人，大家等因啊，等的拢同意。所以啦，咱实在若较了解的时候，足痛心的。乌爸母啦，伊不爱照这个会计制度、甲审计制度的观念来处理这个债务的问题。好、哦，这就是我爱予大家啊清楚。所以讲，主要这个预算呐、啊，要达到控制政府机关各种税入甲税出的目的。啊，即嘛是安怎？啊，税入无啊？拢直直税出啦，啊，拢变啥？再留子孙啦、啊。即马出事诶，讲因都爱负担差不多啊8-10万，啊实在足冤枉。乌白甲你开，啊要算数。才算讲，才出事啊，也爱负担落。这予大家啊，因有做到这个目的啊无，根本都无啊。哦，啊，因啊讲要减薪啊，啊，又看我去看迄个电视啊，迄个人事处诶处长吼，迄讲迄个话时啊，听着是啊。讲减薪有包括伊也无啦，所以吼、哦、实在吼、哦、无法度。好，安尼好来。啊，这就是一个原则啦。即摆这是一个原则。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啊。咱有10项啦，第一就是企业个体的加息啦，这就是讲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，拢是政府啊同款，吼、哦，政府单位啊甲私人诶做公司。啊，拢同款，这是安怎来说明？那以政府来讲啊，那么甲大家报告讲，乐嘉辉，大家唔知影这个人哦，知影牙齿看卖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乐嘉辉，伊是美国人。派去驻啊北京啊美国驻北京的大使，伊安怎？伊去报道的时讲坐啊坐飞机啊坐经济舱啦，落飞机叫计程车去大使馆报道啦。咱想看卖咧，一个美国遐大个国家，人因个法律来规定讲，公务人员出差是坐经济舱，吼、哦，经济舱吼，经济舱，人拢安尼遵守，啊，我无摆这个场面。啊！无，伊敲一个电话讲，大使馆
遐个车辆来出来载阮，阮囝甲我，吼甲落车会，我都要来报道啊。起码啦，两三台车出来接待，无啦，坐个人车去大赛馆啦。这就是要甲大家讲一个观念，这个观念就是讲，凡是国家的，啊，就是用国家的规定，袂使甲私人的啊难做伙啦，吼。国家的钱虽然公家爱乎你的，啊，你用伫啊，你公家的代志，那你私人家己要用的，吼，你就爱家己提钱出来。这点啊，我看咱东方人吼。东方这些人吼，可能这个观念要做未真够，是安怎讲做未真够？伊个意思讲，这个、公司就是我成立的啊，我是董事长啊，我即卖要用啥物？叫会计来讲啊，提三五万块来，我暗时要来请人去。啊，就甲提三五万块签一个单给伊，安尼敢会使哩？伊是私人要去请人客呢，毋是为着公司的目的要去请人客呢。啊，你都爱交代好清楚啊！啊，你若是私人要去请人客啊，啊，你都爱开私人的钱啊，你有领薪水呢？哦，你爱用你的薪水去支付，但是现在真多公务人员也好，吼、哦、啊，真多公司的老板也好，实际上啊，拢这个个体啊，啊，个体的假设啊，有的拢做无够啦，要做无够。这慢慢啊吼，可能后摆吼会去尽量去做着。啊，继续经营啊，啊，这咱也知影，做一个事业，拢是安怎？继续经营嘛。啊，那一个国家啊，执政了后，那是继续经营。唔是讲啊做几冬啊，要换人啊，吼、哦！即咱就是讲爱了解讲，伊这个制度啊，一定爱有这个制度啊的规定啊。啊，过来讲，会被单位的衡量吼，的衡量吼，咱现在啦。拢是以新台币，也是美金。我若做外销，我会使用美金来计较外金。吼、哦，啊，因为现在咱2013年以后，上市公司啦，的财务拢要按照。IFRS 就是国际财务报道准则来做，即马就是上市的公司啦，因为拢是跨国较济，所以要互伊募集资金较方便，所以拢采用国际。哦，财务报道准则，即免讲，我若要去美国发行股票，我就一定爱甲台湾的制度转变美国的制度，去美国发行。
啊，若要去英国，我台湾的制度转变英国的会计制度，才去啊伦敦发行。即马已经采用国际啊国际财务报道准则，哦 ，IFRS 这个准则啊，你公司随时要去贷发行，你就会使把你的财务报表提起到一个所在来发行，这个啊。这个发行吼，啊较方便啦，所以讲，这个也甲大家补充啦，这个、啊汇别单位吼，那当然，咱以后啊可能吼、哦、不一定是用新台币嘛吼，但可能用正台币嘛吼，正台币哈，啊这个币值啊不变的假设哈，啊当然的。账簿上吼，一个账簿上啊，一月初一是100块，到年底绩效簿内底那是100块，这正常嘛。但是伫经济学上的观念啊，经济学上的观念是啊，因为物价啊，迄、那个拢是上涨的趋势。货币都是贬值的趋势，所以有这个迄、那个利息的存在啊。所以讲，那一月初一100块，可能假讲买啊10.2啦。啊，那到年底的时啊，可能买差不多9.2，类似安尼吼。但是咱那小铺上啊，100块就100块，啊，这好大家了解者。啊，咱是一月初一到30啊，12月3日。但是日本的会计制度是4月初一到第二年的3月31日。这个所在啊，要甲大家报告，就是讲。1945年4月初，大家思考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？1945年4月初，四月初是日本的会计制度嘛？啊，咱起码来讲，1945年，这个对台湾足大的关系。啊，了解的，请邀请者好。哦，感谢感谢。因为日本天皇下诏书是4月初一，1945年4月初一，把台湾啊纳入他的固有的领土，所以。咱今仔日照伫即个上课啦，若无迄天啦，有诶讲啊，台湾是啊中国诶啊，有诶讲啊台湾吼，伊中国讲啊，迄是。历史上啊，迄、那个台湾是中国的，实在无影无一只。台湾甲中国产无高，水无流啦，因为有这个1945年4月初一啊，实施啊，台湾甲并入日本的。啊，领土，因为迄个时阵，咱台湾人民爱去做兵，咱台湾人民可以去参政，咱也选出3个参议员派去日本，啊，
参加伊个开会，即历史上拢有记载伫咧，啊，无啊多，迄个做啥来抹灭的？所以有即个关系伫咧啦。迄个习近平啊，应该是2009年12月，可能是13还是12哈。伊讲要去见天皇啦，叫日本外务省甲安排啦。日本外务省啊讲啊无法度啦，我无法度甲你安排见天皇。习近平才透过美国，美国甲安排去见天皇。习近平甲天皇安怎讲？伊讲中国即马都经济较好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想要来买台湾啦，因为台湾跟中国差无到最无老，已经是切断了。伊即马要用这个方式，讲我来甲恁买。哦，啊，那买的啦，先交台湾就是伊的啊，这是合国际法的规定啊。哦，啊，天皇安那讲，讲啊，足歹势啦，阮家族啦，将来都无咧卖物件啦，所以怎啊讲，差不多无20分啦，见面无20分就紧要起。要甲大家讲，中国啊，足清楚台湾依照伊的武力，中国要来侵占，绝对无多好提起啦。所以大家爱家己话足安心啦，因为依照国际法的规定。是这个情形甲战争法的规定，所以伊无法度用战争无法度解决，即卖来用买看买会来无？啊买啊买袂来啊！哦啊，所以即卖唔只系遐火，实际上啦，中国高官这个人啊，拢足清楚。无因咧反制，到尾啊，拢慢慢家己咧降温，是虾米情形？伊认为依照南京军区的司令员，甲武汉大学的啊，差不多70-80个啊研究员，都啊。我咧研究甲咱林志森博士同款啊，因为林志森博士过美国，美国判咧落来了后，因才开始直直咧研究讲，美国的判咧来安尼，啊，因才组织一个来研究这个国际战争法。啊，甲国际法，啊，甲旧金山和平条约研究了后，伊的结果完全甲林志森博士所研究的一模一样，但是少一张台湾呢、啊，台湾没有写出来了，啊，这就是因为的伎俩嘛。哦、所以这就是我爱给大家了解哈、哦。好，安这安尼清楚啊哈。啊，过来重要性甲稳定性哈、哦。啊，我看这较无什么啊，就是所以重要性啊，这就是讲，若要较简单讲，我这个公司那是2-3亿的收入，我
的费用，那买一个工具的费用几千块啊，啊，当然两三亿，哎，几千块啊，对这个公司的重要性啊，无影响，所以甲列做费用开销。哦，啊，我呐，听讲我这间公司啊，到一个月做三五十万尔，欸，啊，我要买一个物件，我两三万块，欸，啊，我这我认为都对我公司重要性就真济啊，爱甲列做资产，吼，这个列做费用，这列做资产，啊，资产都爱每年来摊销，吼，这个啊，这个的情形。啊，咱过来看第七点吼，成本甲效益的原则。啊，这点啊，足重要。哦，希望大家啊，哦，爱了解。成本啊，啊，成本甲效益的原则啦，就是要做出一项财务啊决策，要依照效益大于成本的原则。哦，某一项预算啊的效益啊，要大于所需要的成本。啊，伫财务上啦，那么才会使执行哩。啊，无就爱放弃，这就是在讲什么？袂使有文字管呐、啊，迄个蠓仔管。咱台湾足济蠓仔管嘞，起嘞，啊，都爱去编预算，啊，都爱去养只诶蚊子，啊，搁叫人底下咧经营管理。哦，啊，这实际上啊，伫咧做预算的时啊，都爱特别爱有这个观念，所以咱啊有足用心啊，所以伫咱的公民权利法案二十九条内底，权责机关啊。管制机关的预算的编列原则，是要依照一本比啊，这个啊，二本比啊，这一本比的大小排列啊，优先的顺序啦，啊来送予这个参议院甲众议院来审查啊参考，啊说出。计算所采取的财务支出的计划，伊的吼二本比小于一者不得执行。这就是讲，一定要大于一，这个预算才会通过啦。啊，咱大家有迄本啊，咱的啊《公民权利法案》，咱大家来甲现看卖29条，好、哦，咱予大家了解一下安尼，好、哦，29条。哎、欸，那个第29条哈、哦，他这边讲的那个是，我有他说供参议院及众议院审计之参考，但是他不应该用参考，因为他那个后面的话。他后面还有几个字，他说哈，那个29条的那个第一二三第三款那个地方后面啊，那后面他这边讲哈，他说这个一本比之计算标准呐、啊，他说一本比之计算标准由国务院定之啊，一起决定啊呢，啊，这我们是参考哦。所以嘛，我们是备查啦，啊，哎，导警公是定制的，都爱实施，都爱就是要执行了，啊，所以他那个两个字哈，下面
众议院审计之常客，那常客两个字要改掉哈，应该是要用议决，他已经决定了，所以他那个后面哈有一个说什么由国务院定之啊。安尼啦，一是安尼的意思。系系，我系你，拍摄吼，拍摄拍摄。我已经接触好咧，我今晚要啊补充，就是讲，奈讲我只无甲讲，照安尼讲啊来决定吼，讲这个参考吼。那是政策性的，迄个一本比算起来都小于。一啊，这款的拢未使做啊！啊，未使做，直接就否决掉啊嘛！啊，实际上，这都对人民足有优越的。那个，迄个要做啥？迄个饮大水，这爱甲人民做的代志。啊，就讲啊，这都做了，啊，这无偌济人，啊，这算算诶，一本比都小于一，无咱就拖到后期才来做。我有这个情形啦，所以这个所在，我要让大家了解这个情形。所以，因为到尾遐有个讲国务院。国务院嘛，吼，和这个行政单位过来做一个确定，应该爱做，哪是爱做，但是原则上，咱一定按照这个啊一本比的来排列，啊，搁买特殊的因素，啊，再来用特殊的方法来解决这。好，大家好，参考哈。啊，唔知要什么剧本冇？那个第二十九条第三款，迄个下卡从后面算第那个第二条那边，他说由国务院定之啦。他说哈。以国家公共利益为重，而不以适用第一项，就是迄导经吼，迄项第一项的但书啦。伊讲财务支出计划之预算种类和范围啊，他说计一本比之计算标准啊，由国务院定制啊。你讲，伊这么是，就上，他就送推到国务院定了。我们是行政审计迄负责呢。啊，不过，我就是讲到了吼。啊，对。照规定是拢安尼啦。你审查过了淘汰下来的，没有大于一的，咱甲淘汰掉。啊，伊起码有特殊的政策。嗯。爱做啊，由国务院啊来执行，和国务院有一个。做事的空间，安尼大家唔来了解呗？你那个白家做事的呀？啊，都国务院讲啊，我都这一定爱做，安尼法令都有这样，啊，你都无得执行啊嘛？要有弹性呐，吼，和大家了解吼。什么法律上吼，咱迄个贪污没有弹性哦。贪污是抓到枪毙，没有弹性。啊，这款的啊，被执行吼，还有一点弹性，和国务院做为了他推行啊政策业务，吼，和大家较方便。好，感谢哦，同心啊，大家祝你真啊，咱甲拍破啊，一下好不好？好啊，我看时间的关系吼，这个现金收付，即马这个无啥咧用啊啦。咱现金的收付就是讲，一般啊，
以前管啊，当收到现金，哦，你来挂号啊，立钱立立的，啊，搁加付偌济出去，好、哦，安尼就现金的收付，照计数啦。啊，现在已经拢采用宽节发行基础。即卖所有的政府啊，那是爱立到宽节发行基础。你伫今年的收入，爱做今年的收入；每年的收入，袂使做今年的收入。这拢爱算甲足清楚，所以会计上讲有一项叫做调准啦，爱调整啦。年终年终的时候啦，都要做调整。有读过会计，我惊讲商业学校了，还是商学院的管理学院。即个学生囡仔咧做会计，拢会真清楚。12月31日，一定爱做调整。调整就是啥？就是咧讲这个啦，吼、哦，就是今年的费用爱做今年的费用的支出，今年的收入做今年的。啊，收入，哦，这个足重要。现在政府啊，一定爱采用这个啊，权责发生基础。啊，会计政策咱头拄有讲过吼、哦，大家会啊会真了解吼、哦，这个会计政策是啥物啊吼？但不爱阁讲，哦啊，即卖讲内部控制。内部控制啦，是一种管理的过程啦。经由管理的这个阶层啦来设计，来啊做这个决策的阶层来核准。啊，伊的目标啊，爱达到可靠的财务的报道，甲有效的啊有效果的经营啊。啊，佮相关法律的遵守，爱达到这三个标准啦、啊，咱来做一个内部的控制，它也是一个管理的过程。啊，这个啊，咱这要讲较紧吼，别安尼用时间要剩半点钟，咱要剩较侪时间来讲一寡实例。予大家搁较了解合法性，吼、哦，这内部控制一定合法性、全面性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重要性，吼、哦，甲有效性，啊，甲制衡性的吼、哦，制衡的原则，啊，适应性的原则。啊，那讲到成本效益，成本效益伫这个。管理上是足重要，足重要。一般啦，早期啦，也无咧讲管理会计的事啦，拢讲成本会计。伫迄阵啊，成本会计的时代，都包含啦这个啊成本效益啊咧讲这个问题。啊，最近。把成本会计佫衍生出来，叫做一个啊管理会计。啊，管理会计就是做内部的需要，所以伊的资料会使啊用成本佮效益来做分析，吼、哦，佮家己需要的方面的资料来做。哦、所以讲，这样足重要哈、哦。啊，即马来讲内部控制的方法，这个啊，做啊，职责啊，职责分工的控制。啊，
职责分工的控制啦，有的人讲叫做职务的分工的控制啦，职务上吼，啊加啊这个单位的啊分工的控制，啊无同款职务啊，特别是啊啊无相关的职务啊分配吼。啊，无同款的人来执行啦。啊，大家爱依照家己的岗位啊，来爱有这个责任感，来做相互牵制，哦，相互啊制约的机制，相互啊这个制约的一个机制。这足重要啊！现在咱地方政府这方面啊，做较无够。西方的教育，人自细汉就培养法律的观念，法律安怎规定，你就安怎做。咱这地方政府甲咱改的教育。拢是骗的啦！我哪会讲拢是骗的？啊，迄阵啊，咱做学生的时，老师伫台仔顶，甲校长伫台仔顶，讲的头头是道。欸，伫台仔卡，伊所做的代志，甲站在台上说的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这些人民才让传染到了。原来这些面上这些人都可以黑白说，所以他们都没有事情嘛，这就是价值观，法律的观念都没有建立。即个今仔日，咱这条路是足正确的。有诶边仔人讲，即有影无影呢？好啊，恁先去拼，恁先去拼，恁若拼有影，我才来参加啦。拢安尼心态较济啦。哦，啊，你要领咱来鼓吹，伊讲来。发身份证来领一个身份证，伊讲有啥物好处也无，啊，阮去互骗足济个啦，啊，都以前个教育就是安尼啊，拢在骗个啊，哦，可能大家才知影无，中国流行中国有一句，迄个叫做。流行这个口谈吼，讲十亿人都在什么，都在骗吼，啊才有一两亿人在学习骗嘛。哦啊，这不是我讲的，我这朋友，我是以前是同一公司的总经理吼，也扶持公司的同一。企业，啊！伊走去中国，我做足伫中国派中国，我做总经理，统一集团内底。哎，顶下甲安尼讲啊，讲拢是骗啊，因遐拢是安尼啊，所以这话互大家知影吼。好啊，咱这，好啊，这批啊，这授权批准的控制。哦，这是权责分明啊！吼、哦，你有啥物迄类，你都哦要有这个责任吼、哦。啊，预算控制，咱头拄啊讲过啊！吼、哦，那咱话卖个讲这个问题啊！啊，会计系统的控制啊，因为会计系统的控制，这也是蛮足重要的。哦，咱才会了解讲财务的成果，啊，甲政策安怎？哦，啊，咱
过来来波控制的报告吼，啊，这就是因为咱讲较紧吼，咱也爱这 PowerPoint 吼，拢会使甲咱同心啊去遐登录吼，啊，给大家去做参考。这个啊，绩效啊，考评的标准吼，啊，这主要爱做到啥？公正性跟客观性，明确性加具体性，这一定爱做出来。过来一致性跟啊可靠性，还有民主性跟透明性，这拢是咱考核内底爱了解。咱起码讲内部控制设施，啊，就是。机构吼，这个企业啦吼，啊，这个国家然后重视对内部控制管理人员的选用，吼，啊，要发挥内部审计机构的作用，啊，这个是啊，发挥国家审计吼，国家审计机关、审计部门机关的权威性跟啊监督性。咱有做到啊无？做无到，后来实例才予大家看。啊，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重要性，因为这个内部控制啦是啊，咱治理啊稽核过程的设施啦，会计政策是落实。啊，效率的效果。好、哦，啊，咱主要会计制度是一个标准，理想的标准；内部控制是一个监督。主要要做出啥？财务啊，报道的目标。这个报道啊，袂使乌白做啦，袂使舞弊啦，这个目标啦，啊，佫袂使啊。挪用啊，带着你来利用吼，挪用吼，这个啊侵占这个资产，袂使。迄个现金咧管现金的人啊，甲现金摕到楼底下底，吼啊无要啊，小无要做，吼啊到时再来讲话亏空吼。所以讲，这主要是这两点啊，上重要。即马较精彩的就是安怎？因为时间可能要剩二十分啦吼，啊，即马要讲较精彩的。这个案子大家清楚无？清楚的举手看卖，633啦。633啊，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。啊，因为涉嫌啊，外劳啊，的公器啊，企业的迄个啊，做诈欺罪吼。实际上，这个处长偌大，你知影无？有伫外国住三五年的，请举手看卖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那有伫外国住三五年啊，你若去入去这个处长的办公厅啦，拢会去发现到有一张相片，伊要派出。国外时啊，拢甲总统召见，甲总统去做会。这个单位早期啊，叫做总领事馆，总领事馆啦、啊。总领事馆就代表这个地区啊，所有的
刁民的政务甲车务啊，啥物拢伊咧管理啦。起码一个馆啊，内底工作人员最少有七八个以上，所以讲用真大的官吼，普通官要去上职，敢爱去甲总统翕相才出去？无嘛，啊，这无共款啊，叫算大官嘛。所以这爱予大家清楚，伊这就是啥？实际上这拢免伊咧做，一个总领事馆内底，伊一定有这个制度，有这个会计制度，付钱的付钱的，哪会爱伊家己提钱付薪水，予这个费用？啊，这内底就有文章啊嘛，安尼都内底有文章，啊，所以讲，伊要转来以前啊，FBI 去因的办公室，伊出来放药，怎甲扣去，然后转个夹目镜，摕目镜，无怎？甲扣去，上锁扣甲扣走，啊，这就是啥？外交部讲我们要豁免权呐、啊，外交部讲要用豁免权呐、啊，要外交豁免权呐、啊，讲哦，伊这讲要甲外交豁免权，讲团要赶紧吼。买把这个曝光吼、哦，那么协商认罪，看紧怎办出来，钱纳纳的，啊，怎要给回来？啊，美国是一个法律的国家，司法，伊认为你违法，因为中华民国就是流亡政府，他。根本在美国没有豁免权，所以怎啊关啊？那外交部啊，对外管的内部啊，几乎等于是零啦。足济单位吼、哦，发生这款代志，有诶拢无报，这是较重大诶。让大家可能都较知影，叫报出来。好，咱来讲第二案例。这私人公司啦，这若无遵守这个会计制度内部控制，啊，咱大家看，实际上，这个秘书。吼、哦，深受啊，这个啊林百里的信任，把交际会跟公关会交由啊这个啊这个秘书来处理，啊来购买这个礼品。那么，伊好信任了后啊，伊才买买的转送自己。这依照会计的处理程序是不对的，应当总务单位、采购单位要去买啊，总经理或是这个秘书啊，叫这个秘书跟总务采购单位一起去买，买了。由总务单位付钱，这个礼品可以交给啊这个秘书处理，都没有问题。程序上，不是啊，拢一个一个处理啦，啊，当然问题就发生了嘛，哦，
啊，这诈这向公司诈领偌济？8300余万元，八千几万呢？啊，有的在遐做3-5年啊，和董事长信任啊，8000几万啊，款款的怎落跑？安尼伊的薪水一个月爱领偌济啊？咱安尼去思考。所以吼，制度就是制度，会计制度袂使因为人的关系，哦，伊我有信任，啊，予伊方便，绝对袂使的。一定按照制度的顺序来做，哦，这点要大家足清楚了解。咱过来，这啊，这代志，咱就到这结束吼。啊，这就是伫网站列出来吼。咱即马过来看台塑，台塑这个公司是不是管理上员工真上轨道的内部控制？啊，实际上伊若出问题啊，哦。啊！伊个出问题是出伫代，有个昨我才看电视讲，伫监狱咧工作个讲三个兄弟啊，拢伫同一个监狱伫遐咧任职啦。我讲这若袂出代志，则是。有问题啊！好、哦，这你有的公司一个规定，一个家族袂使伫一个同一公司来工作，只要你若翁伫遮咧工作，无你就爱调离别个公司好。别个单位无相关的单位来工作，啊，这就是啊，因为因某吼在同一个公司咧做，所以因翁代理组长的时啊，有这个权利来报价啦。啊，予总经理啦，甲董事长批准的时啊，啊，伊就会使卖出去啊。啊，搁甲韩国商人斗空啊，吼啊，拿这个回扣啦，有1亿元的回扣，啊，因为啊，透过房地产来漂白，啊，这是安怎会发生？实际上，伊我查清咧白个啦，因为是调查处啊，两个资金啊有异常来往的情形，所以甲查出来了啊，才发生这个代志。起码。去银行汇钱，300块，哎，不，30000块以上，爱用证件，大家知影无？我去大银行汇钱，伊甲讲，哎，你超过30000块，一定爱用证件。哦，啊，我甲讲，爱什么证件？伊讲有证件就好，我就摕这张去用啦。南昌街，台北市南昌街，台湾银行，没用过。
永康，台南永康台湾银行，我用过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哦、所以鼓励大家赶紧来申请，这是100%证明本土台湾人，哦，啊，美国敢甲你改讲台湾政府身份证？咱是台湾民政府尔呢，咱我唔敢用台湾政府呢。美国讲，你怎啊用台湾政府身份证？这得表示啥？伊讲阿伯啊，要互恁执政，安尼才会变讲换一张啊。啊，这都实际上是安尼。吼、哦，咱这有啥物？芯片呢？唔是一块芯片尔呢？则个粒一粒呢？它有3粒芯片内底呢。啊，所以讲，即马要去美国的。啊 ，AIT 450个要减50个，啊，讲都爱有晶片才会杀你。我看伊咧讲，摕这顶晶片才会杀你啦。咱这块晶片内底有3个晶片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我予大家知影吼、哦，拜托大家鼓励你的啊亲戚朋友50啊来申请。好啦，啊，这我就把个讲起。你看，教育部一个单位啊，吼、哦，干那一个雇员尔，侵占2600万，迄钱吼、哦，那因咧用的2600万，那一般公务人员。公务人员要做几年，所以，伊即卖做或者偌济，37000块，所以咱人民足艰苦。这个政府啊，这个内部控制啊，拢无做噶，啊，这个教育部啦，说，以建立相关制度，避免吼、哦、再发生。这拢是啥？雇员呢？什么叫做雇员？拢有关系人才去做雇员嘛？你敢有法度去教育部做雇员？无可能嘛！你无甲内底关系，你哪有可能？哦，这那是。报道哈、哦、啊，从报道把它加起来哈。哦啊，这那是一卡迄类，这份呐、啊，我才要成功啊，反倒一句，甲送去日本，和日本的朋友啊，较知影。日本的朋友足感谢咱啊，祖纳米去甲捐款。但是这是报道哦，伊66.7%有遮济钱拢无用啦，这是啊足冤枉的吼。哦，财政恶化，审计部未来5年那么常在高峰。哦，这样啊，好，大家了解吼。哦，我们前瞻性的负债50亿，审计部未来5年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1年增加了近2兆，所以这款那查那政府的早无甲赶好走吼，实在掏空台湾啦，你看。一个主计长，都安怎？啊，咱来看看伊迄、那個，
自日行销啊，自日性的行销啦，我们开啊违法的后门啦。阿公要堂客啦，啊，拢因家己的人，心计单位啊因的，啊，甲迄个叫做啥？迄个监察院，啊，那是拢因的，啊，你哪有法度？哦，啊，这个说明吼，我摆个讲啊吼，这看到才会伤心嘛。百年国际的经费，审计部啊批一笔糊涂账，这不是我讲的吼，这是什么新闻报道的？安尼爱赶紧甲赶走无？无紧甲赶走吼，咱子孙实在。债务愈来愈严重。这后悔吼，那讲迄个公平正义吼，再去思考吼。啊，你看卖咧，梦想家，吼，2亿3000万，两晚的表演呢？审计部统计啦，中央甲地方啦，啊开47亿。事后即句才重要，吼、哦，经济部哦，经部事后啊，清楚啦，拢指出啦，无甲拦截下来，拢规避啊采购法，啊看。这些公务人员要领咱的钱，啊！你做这些代志，实在咱台湾人啊，太善良了。有的人就去为经济部啊，遐金主这些人，是不是爱叫批准的人爱来出钱？啊，因为时间我到啊吼，啊，我的结论是予大家做参考。啊，足感谢大家，哦，我报告大家，感谢。请起立。今日。请各位学员至一楼用餐。